大家都知道社会是什么，那网络是什么呢？第一天基本上是教大家基本的学习 open source 的运动，任何一种次文化，任何一种黑客运动，其实都在改变跟挑战既有的主流的意识，所以我们叫做阿方。那所以我们今天能做今天的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是归功于这个开源和开源软件运动的。其实一开始网络只是为了这些大学之间能够互相通讯的这么一个专有网络，它从来不都是我们这种民用的网络，不是我们可以随便发消息或者说什么这个分享的每天的这种图片的这么一个网络。好的 OK， 这点只能看到这个是不一样的，这个可能还是比较明确比较出圈的这个东西。你们都是我们的节点对吧？假设我一个人到一个校园场子中，每一组都散布在我周围，那我高铁上我可以跟所有人讲话，但如果你更远的话就没有办法。所以你们每一组可以非常激动的去玩自己这种形状，就像玩的自由时间，你们可以做团体的 work up， 做团体的实验，然后看看那个距离多大。后疫情时代，就是说可能现代电脑的功能很多时候其实它成了我们这个想象力的一个限制，就是说是要培养一个孩子idea 也比较有意思，然后这个其实这种微生物组也可以确实在私有网在 national 网里面做很多事情。我在想就是像这种指甲上面或者是有什么手段去显示我们个人的这种微生物的信息，我觉得也还挺有意思。基于目前就是个健康码上的一个可能就是出行方面的，所以我们才能想到就是说甲片。一个人你去查你的档案的时候，你很难知道你的大肠杆菌的健康状况如何，或者说是其他的。然后就是他如何获取和分析这种信息，这是两个没有，就可以说是整个这个话里面缺的两个部分和动作。总的印象就是它应该是一个就是另类技术，它是一个区别技术，或者它是一个就是在某种情境下不得已采用的就是自发技术。我们期待收购是一个非常透明干净可控的，还是要保留一种非常模糊跟温情的温暖跟包容的，这其实是我还没有想清楚，可是在你们的脚本里头看起来是非常残酷的，对吧？